很爽吧？你有色吗？有啊，那就是很爽啊。但是你知道他有女朋友？对。哦，那请问你有男朋友吗？有。那请问你的男朋友知道这些事情吗？所以你们第一次在哪里发生？汽车旅馆？车上？在哪里？公司里面？公司。在公司里面的哪里？宿舍 KTV。应该很爽吧？你有色吗？有。有啊，那就是很爽啊。你们怎么约的？用公司手机。用公司手机，好聪明哦！难怪你没有公司手机这么焦虑。那可以，说一下是他有强迫你吗？还是没有？第一次有。